观众非常的热情啊，是很高兴来到2023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。没错，这哎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舞台了，是第二次，来过两次了。哎，今天的观众我觉得比去年的观众要成熟啊，成熟。去年是一帮小孩，全是小朋友，小孩都长大了啊，小孩都长胡子了。这一年的时间长那么大，而且我看到了一些个熟悉的面孔，都是很多都是跳舞的朋友，是不是？对，跳街舞的朋友。哇，孙老师，您上次跳舞是在哪年？是？您问我上次跳楼得了吧？我这跟跳楼不一样吗？我跳舞，从来没有跳过舞的人，没有、啊，站在这个舞台给大家说相声，无比的高兴。是，哎，特别高兴。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您说，我研究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内容。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听见什么了。关于咱们文学的，文化文学。哎，对哦，您说说。问您一个问题啊，孙老师。嗯，您认字吗？您这话说的怎么能不认字儿呢？认字儿，认字儿。考考您啊，您说，一个人念什么？一个人可不念人吗？一个人念人。对呀、啊。两个人念什么？念从。三个人念什么？念重。四个人念什么？打麻将。怎么打麻将都出来了？你要问三十人就是跳街舞，知道吗？废话，有四个人的字儿吗？当然有了，这个字念鱼。哦，念鱼。哎，各位上网查一下啊。哦，这长知识。念鱼。再考您啊。啊，您说。上面一个不，嗯，底下一个口，念什么？念否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用，念什么？这念甭。北京话，您甭跟我来这套，那甭。哎，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正，念什么？啊，歪。上面一个不，底下一个要，念什么？这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不要。您这都研究的什么呀？这都简单，有这个字，这个字念表哦，表不要表，其实就是不要的意思 哦，不要，哎，念连了宗了，哎，这是文字，是词我也研究，就这个词组，嗯，您研究什么了？呦呦呦，嚯，我发现你是漏电了，是怎么着？怎么这副嘴脸？你才漏电了，你看这副嘴脸，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，是是是，就这个词儿啊，有的词儿，嗯，你打左边看，它是一个物品。打左边念它是一个物品，打右边念、嗯、是这个物品的作用。就您这描述能力我有点没听明白，您要不举个例我们听听。举个例子 举个例我们听听什么意思。这锅盖，锅盖怎么了？反过来念盖锅。哦，是不是？ 哦还真是啊。什么神奇？哎，神奇神奇。这个外国大哥您是一句都听不懂是不是？哎耶！哎哎，嗨，不是，行了行了，就您这地方英语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哦，锅盖，锅盖锅盖锅。哎，那还有吗？牙刷，牙刷，刷牙。嘿，是是是 是。门锁，锁门。嘿，风扇，扇风。你看，可以呀、啊，多么的神奇！是是是 是。哎，这都不算什么。这还不算，我研究时间最长的。您说说，就是成语。成语，尤其是四字成语。哦，成语一般都四个字。哎，是是是，成语有很多啊。啊，俩字儿、仨字儿、四个字儿、五个字儿、六个字儿、七个字儿，全都有。但是全都有。我研究最多的就是四个字的成语。常用四字成语，没我不会的，没我不懂的。哎，那我问问您啊，哎，您刚才说，不，您理理，您理理我行吗？我问问你，就是成语您都行？我都行啊。哦，那我问问您啊、嗯、您刚才说那锅盖那一类东西 啊，就这四字成语有没有这四个字说的是同一类的东西啊？四个字是同一类。对了，简单，您来了呀，简单，我听听。锅碗瓢盆。哦，还真是一类啊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们家厨房有柴米油盐，哎，一类。你的书房有纸笔墨砚，这是一类。你的院里有梅兰竹菊，哎，这好。嗯，你的人生酸甜苦辣，你看，
你老说我干嘛呀？就简单。还简单。那我再问问您啊，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，咱们这个当初学习汉字的时候，有这个汉语拼音。汉语拼音。您学过吗？学过。您说这就是汉语拼音声调全学过。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。你看你看。哦都学过。哦都学过。那我问问您啊，这成语四个字儿都是一声的。这一声平。哎，这薛微有些难度啊，这个。呦呦呦呦呦！薛微有些难度。您不是厉害吗？您来吧。偷偷摸摸。偷。偷偷。真刀真枪。啊，真是。哦，真真。慌慌张张。慌慌。哎，还真是啊。都是一声。可以啊。那那二声的有吗？张嘴就来。嗯，二声扬，二声扬。梅兰竹菊。梅兰摸一梅梅。哎呦，还真是。亭台楼阁。哎，是急于求成，还真是真是明明白白。呀呵，张嘴就来，张嘴就来。那那都是三声的呢？有板有眼，有有躲躲闪闪，躲躲。哎，真是是，正好四声的将是那个浩浩荡荡。哦，断断续续，还真是啊。说说大家 啊，大家的舞蹈浩浩荡荡。这么着啊，增加点难度。成语不是四个字吗？四个字。这四个字啊，一个字一个音儿。什么叫一个字一个音儿啊？哎，一二三四声都得有。都得有，这四个字全都得占。一二三四。你陕西的是吧？哎，听出口音来了。哎，一二三四，他说的对，一二三四。行了行了，他这不行，这数数不行，成语，得是成语，这四个音阶都有的。好，那就说您，说，别，您这个人啊，别，您别说我啊，您听过相声都知道，这逗哏嘴里说我们没有好词儿，对吧？说自己，说自己，我听的有什么词儿？行，说自己，说我这个人的啊，你还是个人啊。他们乐了，说我这个人啊，人光明磊落，我台上的节目是经过千锤百炼。哇，还真是四个音儿哈。哎，我是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。哎，一二三四声都有。哎，行了，一到说自己词儿都是好词儿哈。我本来要说您啊，本来要说您。这都是用我身上的啊。那这么着，现在说我，现在说您，趁热说我，趁热说您好，现在夸我，说您这个人呢，我得开个心，虚情假意，说您这个人斯文扫地，对，您就这有特别多的阴谋诡计，我就不是喜欢灯红酒绿，行，可以了，经常用一些雕虫小技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偶尔飞檐走壁。我飞得起来吗？我还飞檐走壁，我再掉下来，我这都什么词儿？这都是，您词儿不怎么样啊？对，押韵了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无形当中押韵了。是，也是自己没留神。哎呀，行。美什么呢你？高兴吗？说相声高兴吗？高兴归高兴，碰到这么好的观众，高兴。是，难得有懂你的啊。行了，您别说我了，这词儿不怎么样了啊！这不是我的最强项，各位。怎么什么意思？不是我的最强项。您最强项是什么？我的最强项就是你给我说出一个成语来，我按照你最后一个字接着往下说，一直说，然后说着说着，然后就，反正就是一直说。这么着，嗯，我想一个词儿，一个开头的词儿，再想一个结尾的词儿，嗯，怎么样？行，这样有一个局限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因为咱们这是新年，咱们就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开。啊，完了是过节，咱们就万事如意结尾。万事如意结尾，对，好，行吧，新年快乐，乐乐不思蜀。啊，乐不思蜀，好词儿，形容的地方好，蜀蜀钱高兴，去，财迷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成语吗？这个，蜀钱高兴不行，蜀钱高兴啊，不行，姓岳的棒，没听说过，姓岳的棒讲话。数钱高兴就不行，那不是成语。不是成语，说成语。鼠目寸光。
哎，这有光，光明磊落，落落花流水，水水到渠成，成成千上万，万万事如意。哎，可以啊，我真想跳一段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您这是永动机吗？扫地机呀、啊，这是。拿我找一词儿，怎么样？拿您找个词儿。往下接着说，还得是万事如意啊。可以啊。拿我找一词儿。哎，心宽体胖。哎，你看，一看就没有文化，没有文化。我怎么没文化？那个字不念胖，那念盘。我还心宽体盘，我还得盘在那儿。盘就跟你是盘在那儿的。哎，哦，那盘，来盘。盘盘盘，哎，那个字也可以念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那不行，不行，胖头胖脑，我就没听说过。盘，你说的盘，哎，盘，盘龙卧虎，盘龙，啊，行，虎，虎视眈眈，单，单枪匹马，马，马到成功，功，功成名就，就。就事论事儿，事儿，事与愿违，违，为所欲为，违，为所欲为，违，为所欲为，你是有点为所欲为了，你三遍了，回不去了，你太为所欲为了，为所欲为，为人师表，表，表里如一，一，一事无成，成，成千上万。万事如意。虽说这为所欲为说好几遍哈，但是也说上来了哈。开窍了，我开窍了，我发现啊，哦，有窍门，有窍门。你只要绕到水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水到渠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，只要到水就行。哦，到水就行。哎，到，你一说到水，哎呦呦呦，就能整得万事如意。是是是 是窍门，窍门哈，行。我让你敲门，外国大哥，您来一个，您来英文也行。哎，什么？滋儿，滋儿，也知哪这是哪个字母发出来的？滋儿滋儿冒水，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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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行吧？紫气东来，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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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行行行，就滋儿的一声，滋儿的一声，什么？滋儿的一声。哎，滋儿的一声，哎，声东击西，那西西过有水没有？不是成语了，西是宁人，哎，人，人无完人，人，人无完人，人，人面兽心，哎，心，新年快乐，乐呢？乐不思蜀，这说过，数钱高兴是？哎，我好像说过，多新鲜呢！鼠目寸光，哎。光明磊落，是落花流水，水到渠成，成千上万，万事如意。你说回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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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，又一次站在这个天津春晚的舞台，好几年了，无比的高兴，嗯，无比的激动，是。那边还有我们师兄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我演出都有师兄弟坐在台底下看啊，对，让我们更加的紧张，是更加紧张，没关系，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说相声，首先感谢我师父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舞台，哎，吃了，再一个我们要感谢谁？谁呀？叫葵花儿童药，是吗？流感季节家中常备，没有人家冠名，没有这台晚会，是的，虽然我们上台就说了这个广告词，但是我们是打心里感谢人家，没有人家没有整场的晚会，没错，感谢小葵花儿童药。孙老师啊，您最近研究相声了吗？啊，就忙的弄新作品嘛。您这话问的还挺突然。研究研究别的了吗？别的都研究研究。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啊。什么词儿啊？叫做 CP 感。这都从 影视剧里边流出来那个，哎，大荧幕很多经典的 CP 感，我说一个影视剧，您，马上就能说出里边的角色来啊，就有 CP 感的角色，对呀，哦，您说说咱试试啊，嗯，比如说霸王别姬，
这 CP 感这个啊，张国荣、张丰毅，张国荣、张丰毅，哎，马上就能说出名字来，是 是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哎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《无间道》，梁朝伟、刘德华，你看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《大话西游》，周星驰跟朱茵，哎，说明人家有 CP 感。是是是，《鼠胆英雄》，佟丽娅和于谦，对吧？哎哎，你回来回来回来。哎，回来，走的还挺快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不是你不是 CP 感？你就说我跟佟丽娅不行吗？能死吗？啊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关注点不一样，我可不好哄。哎，这好，叫佟丽娅、岳云鹏，行了吧？不就完了吗 ？CP 感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别说影视剧啊，嗯，相声演员怎么呢？他都有这个成名作。作品成名作跟他这个人也有 CP 感。是啊，我说一个成名作，您说出这个人来。表演者啊，您来试试。夜行记，哎，侯宝林，你可以啊，不错不错。打我干嘛？逗你玩。马三立。西征梦，你师傅的。五环之歌，蒋大为。哎哎哎哎哎，您回来您回来，怎么老走啊你？出来溜一会儿，着急回家了。你想想，你什么意思？干什么？不是您回来回来，我可不好哄着呢。干什么？啊，这，我天真的以为咱俩是最好的搭档。这不是开玩笑。上台三分钟，您撅我两回了，干什么？我撅得动吗？还撅你两回了？哎呦呦呦呦！哄我！哎呦，今天必须把我哄好了。我可不好哄。必须得让大家说磕到了，这事儿才算拉倒。你说这大过年的招他干嘛？这我好好哄哄去啊。嗯，岳老师，我好了。我赶上一大冤种。我哄了吗？我这大冤种，这话我哄了吗就好了。你不用哄我。哎呀！磕到了吗？磕到了。告诉你们，必须得让你们磕到。哎，好好。因为我们俩合作十几年了。是是是。但是啊，这个再好的 CP 感，再有成名作，嗯，它也没有生活中来的那么甜蜜。哦，生活中您指的什么呀？比如说你跟你爱人。哦，夫妻之间。哎，他跟他爱人，嗯，我经常磕到。真的，特别他媳妇儿特别好磕，特别好磕。不要听错了，你拿我媳妇当土地奶奶了是吧？怎么特别好磕呀？特别好磕。那天我第一次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啊，嗯，他媳妇儿去后台接他，要下班吗？我一看，哎呦喂，你怎么了？太美了，是，当时我就磕门上了，眼珠都不带错的，特别好磕呀。啊，是是是。大家都知道孙老师啊是北京动物园养大象的，嗨，至今有人不相信，确实是，十多年前养大象的，嗯嗯，他媳妇儿也是北京动物园的，也是，嗯，养猪的，养，就是饲料室的，饲料室的，哎，对，哎，喊孙老师不喊亲爱的，那喊我什么呀？也不喊老公，那喊俗气，太俗气，喊孙悦，爱称，乐乐乐。我是那猪是吧？甜蜜呀，啊，这是甜蜜吗？这个好听啊，这开饭了，这是。你喊你媳妇什么？哎，就是微信备注你媳妇儿，怎么备注的？讲给大家听听。备注名啊？啊，就是家里的。这老人的都这么说，多么动听。是家里的，家里的。哎，你妈妈的备注是什么？生我的。你爸爸呢？养我的。你师傅呢？教我的。那我呢？已故的。什么叫已故的？不，您没听明白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说那个你故的。磕到了吗？磕到了。哎，跟他爱人关系特别的好啊。是是是。可是再好啊，啊，在家一家三口过日子
哦，三口我们家多少还是会有些摩擦。什么摩擦？跟他妈妈哟不太对付。哦，婆媳之间，婆媳之间，嗯，经常会有些吵架呀、小摩擦之类的，难免。前一段时间他回到家，嗯，看到沙发两端，这边坐着他妈，那边坐着他媳妇儿，哎呦，各自运着气，哎呦。孙老师回家一瞧，这怎么了？对，这赶紧问怎么回事啊？这婆媳二位，哟，你们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他妈喊他，喊我，乐乐乐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家里就指着我过年呢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这俩都喊乐乐乐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妈喊你什么？你喊我儿子就完了呗。好，乐乐乐干嘛？儿子，过来来。哎、儿子，意思、过来，把你媳妇弄出去。怎么弄出去？我不想看到她。我烦了。你媳妇也说了。嗯。乐乐乐。行了，孙悦，你过来。我过来。把你妈也弄出去。怎么意思？我也不想看见她，我也不想听到她。这不可调和。这个时候，孙老师很聪明。我怎么呢？往沙发中间一坐啊，客厅马上变成两居室。我是隔断墙，我是。怎么了，妈妈？这怎么了？对，为什么呀？怎么还吵上了？这有什么可吵的？孙悦，嗯，按说呀，你们年轻人啊，花点钱很正常。那怎么了？我作为老太太，我管不着。对呀、啊。但你媳妇儿厕所里跳高，她有点过分了。一下买了70多个快递啊，是不是过分了？那可能赶上。你媳妇儿也接过来了，妈呀。我们那不是买那么多快递，人家做活动买一发70。这什么商家呀？这是买一发70，宝贝儿，买一发70，这太多了。您倒好，嗯，买一拼图发了70多份，拆得我肩周炎都犯了，孩子，肩周炎都犯了。老太太真勤快。你媳妇也说了，好，妈，这事算我错了，好不好？算我错了，但是您那事儿也办的也不合适吧？我老太太有什么事儿不合适？孙悦，你过来，我得跟你说了，说说你妈。怎么了？恋爱了，这无可厚非啊！因为我父亲故去好些年，老太太，你妈恋爱，按说啊，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。你爸死去好些年了，是是是，谈恋爱很正常，做儿女的应该支持。对呀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相中了楼下卖冰棍的，拿我当古三儿了是吧？啊？怎么卖冰棍儿的呢？孙老师，作为捧哏的，有的包袱你不翻就算了，这比你拍一发七十响。废话，喜欢卖冰棍的怎么着？古三像话吗？卖冰棍的怎么了？那古三他妈才喜欢卖冰棍的呢，真行了这个。不是卖冰棍的，卖冰棍的怎么了？不很正常吗？但是你妈嘿啊。让人家卖冰棍的大爷怎么呢？更名改姓，你说有没有他这样的？人家家里人不愿意了，堵咱们家门口骂街啊！啊，什么意思？搞你妈只给人鞠躬，鞠了70多个躬啊！哇、哦，你妈说我那是鞠躬吗？那是，我拆快递呢。哎，响了，响了。你看，就伏笔，这叫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哎，这儿响了，我的妈哟！您甭着这甭着，我就问一句吧，凭什么让人家搞对象的更改姓？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改什么姓了？你也接过来了啊？妈，这是您的不对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还让冰棍大爷更名改姓啊？凭什么跟我姓？这不合适吧？对、啊，非得让人改姓孙，不合适啊！不合适啊！孩子，嗯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妈妈得跟你说实话。什么意思？妈妈啊，怎么了？犯过什么错儿？这是妈妈身上啊身上怎么了？有关于你爸的纹身。不是什么时候纹的身呢？这俩人，你甭管什么时候纹的身，到时候我跟你冰棍大爷过日子。哎呀，我这写着呢，孙红雷，我爱你，不合适啊！您等会儿，不合适、啊。您等会儿，我爸爸是孙红雷，不是雷，不是那个雷，他是雷同的雷。不一样吗？这不哪怎么这孙红雷呀？蕾丝边那个雷，蕾丝边、哦、巧了，就叫孙红雷。哦，妈，您什么时候纹的身？我怎么不知道、啊？对，你这什么纹、啊？你怎么还纹身呢？这么大岁数不行，还让人家冰棍大爷改，还让人知道了，不合适。怎么了？孙悦，我告诉你，怎么了？任何人嘲笑我都没关系。嗯，你不能嘲笑我，我身上纹身纹你爸爸。对，那是我们轰轰烈烈的爱，
哎呀，那是我们刻骨铭心的情啊。嗯，你干什么？你还笑话我？呸，滚！我妈够冲的、啊。嘤嘤嘤，回屋哭去了。我妈还嘤嘤嘤呢。老萝莉这是。老萝莉都出来了，还嘤嘤嘤。你妈回屋哭去了，哭去吧。再看你媳妇，你再哄哄你媳妇啊。先哄这个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你也别着急了啊。老年人谈恋爱很正常。嗯。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什么问题？人家冰棍大爷既然敢跟孩子说这个事儿，说明什么？怎么？说明他心里有咱妈。老头上心了。这是一个小细节。哎呦。哎，我们应该祝福他。嗯。孙悦，是我们，我作为儿女应该祝福，应该支持。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房子让给你妈和这个冰棍大爷过日子。嗯、我们俩去动物园。边上租房子住吧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住动物园不好、啊，我们住动物园宿舍也行啊。我这没事，你去哄你妈啊、哎，回头让你妈把那个纹身洗了，好吧？你看看，哄老太太吧。推门一瞧，你妈趴在床上，俩腿一蹬，咣！我妈缺氧了，这是。说着话，你妈坐起来了。嗯，是这么回事，孩子。您说说，十年前我跟你爸我们出国旅游，10年前我们路过一个纹身店。哦、我们俩一对视，怎么样？我跟你爸多么有默契啊！啊，我们俩决定疯狂一把。哎呦，进了纹身店，他纹的是我的名字，我纹的是他的名字。那后缀，后缀都是我爱你。你看看这俩人。哦，出国纹的，纹哪儿了？纹哪儿了？问问。你好奇这个干什么？你都说到这儿了，你怕这个？怎么了？啊！妈，这么大岁数咱不至于啊！我妈知道就走这一步。纹哪儿了？您说说纹哪儿了？纹在了。不笑话您。纹在了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哦，纹在这个胸口这边。不是。那纹哪儿了？左边胳肢窝。这地方是爱发炎。那也不合适。行了，别哭了啊！万一让人看见。跟你妈正聊着呢。啊。外边有人敲门。谁呀？冰棍大爷进来了，老头来了，你媳妇赶紧出门迎接啊！哟，大爷您怎么来了？你看还带着东西，是孩子，我确实拿了冰棍，但是我一会儿要卖，人家要出摊儿的是，不是送礼来了。您来这是有什么事吗，大爷？你说说吧。嗨，我来找你妈啊，我们孩子上你这儿闹事了。哟，老李你出来了，你跟你妈这会儿正出来了。谁？老李。哦，我妈姓李。对，你妈叫老李。老李，哎呀，你出来了，那什么。孩子刚才上你们家闹事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赔礼道歉。我向您赔礼道歉。嗯，孩子们别怪我啊，别怪我。好，我确实想跟你妈好好过日子。俩人确实，这个事儿估计你们也听说了。嗯，行吧。怎么着？我认了啊，老李，我认了，认了。我改姓孙，但是孩子们不许那么喊我，我也觉得丢人，我60好几了，我也觉得丢人，有人好不好？付出了可啊，这说了、哎、你赶紧把这话接过来呀、啊。我可不能。有大爷在。对。不行，对，这事儿我听明白了，从头到尾我都知道怎么回事的。嗯，我有一个主意，大爷，看您愿意不愿意啊？什么主意啊？我妈身上有纹身，您知道吗？啊，知道。我知道，她跟我说了。嗯，这样，您呢？您也既然想得到我妈，您也得付出点什么。怎么付出啊？妈，您身上纹的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我纹的是孙红雷，我爱你。啊，大爷，您也纹一个。纹什么呀？孙红雷，对不起。我去你的吧。下面请您欣赏麦故意表演者岳云鹏、孙悦。谢谢，好久没有在天津演出了。今天是德云社开业的日子，又是五一劳动节。嗯，大家应该都放假了，来这儿听相声 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。这个阿姨一直在录像，阿姨累不累？手可以休息一下好吗？啊，休息一下，没关系啊。刚才这二位说的不错，嗯，我们后台的中流砥柱，逗哏的叫不认识是吧？也不往来。张鹤伦，对，那很红啊。嗯，还有捧哏的叫郎鹤炎。对了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嗯，他自己这个写的一段相声。哎，之前在好像是在逗笑社演过一次啊，哦、演过，好像是第二次演，说的很好。是啊，二位演的不错。下去休息一下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。哎，该我们俩了。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刚才我说，我们是哥俩，其实不是。嗯，按理说应该是娘，应该是爷俩。性别错了啊，爷俩，不是娘，爷俩不是。别胡说，比我高一辈。嗯，按理说我应该喊的叫师猪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喊过，没有喊过。您喊什么？
残波师叔，师叔，您说清楚了那俩字儿啊？师叔，师叔，哎，这是我的师叔，哎，我们俩合作已经十几年了，快十二年了，哎，今天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又一次给大家说相声，好久不说了。相声这种形式啊，喜闻乐见，是啊，大家都喜欢听，爱听，能够给大家带来笑声，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在卖，你知道吧？什么？啊？怎么还有体力活呢？怎么听？没有，这叫什么呀？卖艺。啊，做艺卖艺，哎，过去卖什么都讲究吆喝，现在呢，像我们这行不用吆喝了，那是大家门口拍个这个视频，上传到网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有的开直播，跟宣传一样，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德云社在这儿开业了，在天津。过去不一样了，过去呢，全靠肉嗓子喊啊，吆喝，卖什么都讲究吆喝，是啊，九腔十八调，棕绳翘扁担，哎，过去啊，卖菜的。我卖青菜就讲究吆喝，是吗？哎，弄一个扁担，我扁担前后俩筐，前面一个筐呢搁点这个菜，后边一筐搁一石头，吆喝起来。哎，您等会儿，走街串巷吆喝起来特别好听。要是我没明白啊，就扁担挑俩筐，前面这筐嘛搁点菜，对，好几样菜，后边那筐为什么搁石头呢？你看这就不懂了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，您说说，这叫掌握平衡啊。如果后边什么都没有不合适，对不对？那后边那筐也搁点菜不好吗？你要就一个筐背着不就去了吗？还用扁担干嘛？我是不是常识太窄了？知道的，前后都可以是菜啊！多新鲜呢，俩筐不废一个吗？不要说话。然后呢，吆喝起来，很受管制，特别的好听。走街串巷，过去哪都能卖啊。哦，长街上卖菜，知道吧？哪儿？长安街是卖菜。过去长街正阳门外吗？那解放前民国那叫。哎哎，吆喝起来特别好听。是啊，我给您学学啊。好，卖菜的。那卖菜的。好几样菜。哦，这是干嘛呢？拢一拢耳音。哦，就跟那回响似的，听。哎，大姐先不要发微信了，好吗？好好的，好好听啊。大姐举报你呢。虽然我们现在不红了，但是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得到该有的尊重，是不是？香菜，怎么了你？逮你了是怎么着？听懂了吗？您说什么？听懂了吗？香菜啊，对，卖的是香菜，又叫盐碎。不用解释，您吆喝您的，我怕您听不懂。我近这么近，我听得清楚呢，我就。香菜、辣青椒哎，辣青椒。对了，辣青椒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回音呐，你知道吗？这叫录音，特别的远啊，特别远。一般就卖这两种菜，知道吗？你要就这俩菜是得挑个石头，知道吗？那好几十种菜呢，得好几十种菜，一口气吆喝出来。香菜、辣青椒哎，勾葱嫩青菜来，扁豆、茄子、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切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嫩芽嘞，香菜嘞，蒜嘞，好韭菜，真好。哎，声音也打远儿，是是是，这是卖菜的，还有回音呢。哎，那当然了，别听了，人不放了，不放了，一会儿别放了，吓我一跳。对，这是别捣乱啊，这是菜，是过去卖别的吆喝啊。您说说，卖糖葫芦的啊，冰糖葫芦，北京就分两种。北京哪两种？南城和北城就不一样。南北城怎么不一样？北城啊，深宅大院居多。大宅门。大宅门吆喝起来呢，飘飘荡荡，悠悠雅雅。因为那院子好几进深，而且呢走的要慢一些。怎么呢？要让院子里的人呢有时间走出来。哦，哎，吆喝起来好听。是啊，我给您学学啊。北城的卖糖葫芦的啊。咪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？你让狗追过是怎么着？你听懂了吗？是蜜的吗？
啊，就是蜜，就是甜，对，对，甜，甜的意思，对呀、啊，甜的意思，蜜了，哎，老问我干嘛，我就纳着闷儿，蜜了。死亡了呢，我以为飘飘荡荡啊，是慢，就是哎，这是北城，是卖糖葫芦了。南城不一样了，南城怎么呢？大杂院居多。哦，大杂院吆喝起来呢，干梗倔脆，干净利了，特别简单。是啊，冰糖葫芦，哟呵，刚蘸得打，嘿，冰糖葫芦是刚蘸得打，新鲜，很简单。是是是，哎，这是北京。哦，到了咱们天津。不一样了，天津味。哎，首先冰糖葫芦人家就不叫冰糖葫芦，叫什么呀？两个字儿。您说，你看看，都知道叫糖墩儿，而且有口音。您说说，糖墩儿，糖墩儿啊，糖墩儿。大哥，要不您上来站这儿来，糖墩儿。要不这是地方不好干呢，糖墩儿。而且吆喝起来呢，就一个字儿。吆喝哪个呀？来一卖糖葫芦的您。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节目啊？我啊，你也没想到是吧？对，就一个字儿，墩儿。那怎么吆喝呀？墩儿啊！你是不是让车撞过呀？怎么这么惨呢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墩儿、就一个字儿、是墩儿啊！好家伙，一天也不少卖啊！是是是，哎，生意特别的好。哦，旁边有一个跟他学学，加一个字儿。加一个字儿啊，墩儿啊！这听着比他惨啊，这个没有比惨的环节啊，这不是比惨的节目，这不就加了一个哦墩儿啊，不就不是？他是卖别的口味的，什么口味？他是卖橘子味的，橘子味啊？对，我怎么没听出来啊？奥运之墩儿啊！马场道卖糖葫芦的，好家伙，奥运之墩儿，奥运之墩儿，哎，满带英文的卖糖葫芦，那有苹果味的呢？苹果味儿啊 ，iPhone Apple 墩儿啊，香蕉味儿的 ，banana 墩儿啊，山药味儿的，来，人家不卖山药的，谁告诉你的？这胡来吗？这不是？这是糖葫芦哦，都讲究吆喝呀。是是是，还卖包子也不一样啊。哦，包子，哎，分这个汉民的包子和回民的包子啊，两叫都不一样。哎，这是坐商了哦，坐商，哎，门口呢站一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是捯饬的干净漂亮，跟我一样，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。特别的好听，说话不严谨，说话不严谨。对，我再捋一遍啊。对，坐商，人家是坐商，嗯啊，门口站一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跟我一样，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。知道了吗？哦，我是啥？嗯，门口站一二来岁小伙子，跟我一样，吆喝起来特别的，没有干净漂亮了呀。不是那句，不是那句。哪句？跟你一样。我把这个跟我一样去了试试啊。对。门口站一二来岁的小伙子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，哎，还真是跟我有关系啊。是是是是是。可是我也干净漂亮啊。但你不是小伙子呀，是不是？我不是小伙子吗？你啊，你瞧您模样哪像啊？小名叫什么来着？叫六妮儿是吧？不是，大姐不要这样笑好吗？大姐是笑话你的，嗯。反正坐商啊，这行好。二十来岁小伙子，开店的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嗯。哎，行，吆喝起来，就别晃悠了，晃什么？吆喝起来特别好听。是，这是汉民是汉民。包子，不知道，听不懂，不知道，听不懂啊，听不懂。包子，什么意思呢？您说，说那里边那个馅儿啊，是财的意思。哦，包着财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对对对，哎，还真对了，这个蒙的，没有，我是从电视上学的，我哪知道啊？
哦，都你师傅都没教你啊？对，当时电视上没有字幕，咱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。是听音儿啊。包财，包财，包财，好包我的面的包，吃的包，拿的包，尝尝包儿馅肉。要尝尝包儿的馅儿。哎，尝尝包子馅儿。是是是，干净利索。那回民的呢？回民包子又不一样了。您说说。也是做商啊。啊，是。门口站一二来岁的小伙子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往那一站。您别晃悠，脸直嘟噜，您说。嚯！我站边上看见脸就嘟噜一下，你知道吗？真行，我是不是也嘟噜了？哦，对不起。哦，不可能吧？我瘦了呀。不能，你身上瘦，脸没瘦。门口站的跟缩了蜜似的，往这一站。你跟缩了蜜似的，这都什么词儿？都什么词？珍宝珠那叫。这开业了，你是开心来了是不是？是有地儿了吗？这是啊。二十来岁小伙子捯饬的干净漂亮啊。往那行行行，别晃了，别晃了，瞧我起来特别好，甩我脸上了一会儿。嗯，心中的甜儿嘞，包儿热的脸发了面的包儿有热烈，吃包吃包，包儿刚成的。这后面还后勾啊？哎，好听就好听在后勾上了，是吗？吃包吃包，包儿刚成的。嘿，都来不了，各位来得了吗？我来不了吗？我们这嗓音差点，你来一个。我来不了，我来。包儿刚成的，嘿，独特的嗓音啊！哎，您用您这嗓子喊一皇上驾到。我听听是不是那味儿？拿我们当太监了是不是？干嘛还拿你当啊？您喊上我听听。皇上驾到！你要早演这早拿影帝了，我看。就喜欢听这个是吧？嗯。正经玩意儿不愿意听了是不是？这是包子。啊，行，还绕回来了。哎，到了咱们天津，有一位卖包子的与众不同。天津怎么不同呢？70多岁老大爷。上岁数的。半夜出来卖来。70多岁老大爷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啊，半夜出来卖给有需要的人呢。您告诉我，卖什么？卖给有需要？你卖包子呀，卖给有需要的人呢。您说清楚了不？卖给这些个需要吃包子的人呢。大半夜谁吃包子呀？哎，你还别说，真有那个不睡觉的。不睡觉干嘛？打牌的人。夜里耍的。哎，天津有吧？石家庄有一位老大爷，半夜出来卖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70多岁了。您等会儿，卖给谁呀？好，卖给这些个有需要的人。石家庄有打牌的人呐，半夜你知道吗？对，打牌他得吃包子。也没有，你试试郑州。郑州有一位老大爷，70多岁。这不是就三位老大爷了？半夜出来卖了。好的。卖给谁？卖给这些个有需要的人。郑州有打牌的呀。郑州有打牌的啊、哦，有，不，他郑州人，他说有就有啊。行吧，行吧，啊，老大爷来了，我以为，大爷是河南人是吗？真的 ，I'm sorry， 我也是，这段不说了，过了，行吗？没有老大爷。对，行了，没有啊。行了，没有啊。啊，行。不是70多岁，40-50岁。啊。身体健康。这，人家不买。对，人家听相声来了。哎，70多岁了，哎，真的把这个演完了、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卖给这些个，这个夜里耍牌的，啊，什么打麻将啊，麻将，什么斗地主啊，什么推牌九啊，就这些人。这仨牌都一个玩法。咱不知道。不知道您问问去吧。打麻将不是麻将是这样，马长城，对对吧？斗地主不是纸牌这么打，牌九。您没少买包子吧？你就是那个有事的。您等会儿，没有，您得问清楚了啊。会不会你也得知道什么手法这个人啊？行，就对不对？卖给这些人。哦。但是这个大爷呢，他吆喝很特别。怎么呢？就俩字儿。什么呀？肉包。
上四十人嘛，哪儿肉字呢声音拉得比较长，嗯，这个包字您不仔细听逮不着它，没气力了。我给您学一下啊，啊，这是干嘛呢？挎个篮，小筐，小筐，哎，一层屉布，哦，里边是包子，是上面还一层屉布，保温，哎，啊，这是哦，挎着篮。老头这死到包子头了，那这门出就别出来了，都抖了凉了一会儿。人家需要啊，哎，有人需要，啊，哎呦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不休息啊。你不要老拦着我。对，我再拦着你我都不好听。大爷有点中风，这是。大爷时刻保持微笑。对。大晚上给谁看的人？嗯，这是大爷吗？忘了。棒。好家伙。哎呀。呵，好的嘞，真难为他了，特别好听，是是是，哎，孙老师，嗯，您在台上听相声半天了，谁听相声呢？您等会儿，谁听相声？我买着票我就听相声，我谁听相声了？啊，您对吆喝有了解吗？我多少知道点儿的。您是哪里人？北京人呢？不要这么含蓄，不要这么害羞啊！我多的害羞。北京人很好，北京人很好。怎么了？我是哪人？北京的，北京人不丢人，知道吗？对，不丢人，挺好。我多的显出丢人来了，我问你哪人？你北京的，大点声，没事。我这声还小着，怎么着？北京的怎么着？哪里人？北京人。好，北京也有很多吆喝，对不对？这都没头没尾，这话都。我怕你再撅我一会儿。我撅不动了，现在有点。这个北京的吆喝您了解吗？哎，多少知道点。知道点。嗯，别让我问住了。您问呢，别让我问住了。您问呢？这样，我出个主意。嗯，我吆喝一个上句儿，怎么样？我让您猜是卖什么的，好不好？您吆喝上句让我猜卖什么的。对，跟您这么说啊，不说大话。嗯，我能给您接上下句的，您信吗？还能接上下句来？嗯，这么了不起？是嘞。那你听这个啊，您来呀。卖大象。小金鱼喽，立瓷盆喽。哎，人家不卖金鱼就卖瓷盆，卖大小不一定是金鱼，有可能是瓷盆。人家不卖金鱼就卖瓷盆。过去卖大小的不是卖小金，瓷盆也大小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这玩意儿话说大了，那你人家怎么没注意？您再来，再来。迎面饽饽馒头。哎，人家不卖饽饽就卖馒头，你猜不着啊，孙老师。您你马俩脑袋猜不着啊。那我吆喝的你也猜不着啊。没那个。哎呀，没那个。没我不会的。哎呦呦，我人从外号吆喝小百度。小百度老电驴似的，小百度了还。谁还知道电驴这个？我吆喝您听着啊。不是一马俩脑袋吗？谁不会啊？我都会。您听着啊。嗯，江米小枣喽，粽子和切糕。我说嘴太笨了，我嘴有点慢了。还有吗？行，听我这个啊，听着啊。嗯，包圆了，包圆了，包圆了吧。来吧。我哪知道卖什么的呀？什么东西都可以包圆啊。你不有能耐吗？来呀。那你猜我这个。你来。你猜我这是卖什么的。你能比我这狠。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卖什么呢？清仓大甩卖，两元一件，一律两元一件。卖什么的？我不关心。我想问他什么时候走。你什么时候走？这两元一件的好几百种，我知道卖什么的啊。还不错，小商品店呢，是还不错，有些了解啊。多少知道有些了解。要说这个吆喝最好听的啊，嗯，还得说是卖故意的。什么叫卖故意？就是旧衣服。哦，现在不多见了啊。你什么嘴？这是都什么叫顺带？现在，嗯，现在不都见了？过去有哦，旧衣服，甚至啊，嗯，阿姨您去哪儿？阿姨，大妈您去哪儿啊？
哦，换个座儿、哦、啊，换换座儿，是这个位置不好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啊、哦，这个小姑娘看不见哈。嗯。哦，那刚才你都听见了吗？天津有位老大爷是卖包子的，70多岁，半夜。不用从头来，人听得见，听得见。卖故意旧衣服、啊、现在不多见了，过去有、嗯、甚至有的衣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就是那个旧衣服，没关系，只要洗干净了照样可以穿，过去穷人多呀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故意吆喝有很多种，您说是多少种？北京故意、天津故意、上海故意、东北故意、故意故意，有很多种，你知道吧？怎么还故意故意呢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对口的故意、哦、两个人卖故意。哎，宋老师、嗯、据我所知啊，嗯，您对东北的故意有些了解啊、东北卖故意的，哎，多少知道点。这样，你给我们学一学。啊，学的东北卖故意的、嗯，那咱得说清楚了 啊。这个有孩子把孩子抱住了啊，因为东北人嗓门大，根哏倔脆，一嗓子出去能吓一跳啊。咱说卖什么？卖这大花袄。大花袄，行吗？嗯啊，这东北卖故意的啊，说这一件这个大花袄，大哥买去给大嫂，大嫂穿着满街跑，哎呀，完了后边卖你1.08元。哎呀，一个鼓掌都没有，我都、是。哎呀，可逮着了，我都替你寒着呢。您来，我听您的。这一件这个大花袄、嗯，大哥买了给大嫂，是大嫂穿着满街跑，嗯，最后有一个哎呀，哎呀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您这儿有卖东西的。哦、嗯，哎呀，哎呀，走路的人呀，怎么着？哟呵，哦，这儿有卖衣服的，是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。哦，来个人，而且他这个哎呀，指不定搁在哪儿。哦，就是什么时候来人，什么时候哎呀！咱们俩合作十几年了，孙老师。啊、看什么时候来人，什么时候哎呀，咱俩默契一回。咱俩哪有默契？咱俩默契一回，让他们看看。哦，让他们看看，好不好？行，好吧。就是来就心领神会，一来人咱俩一块心领神会，一起、哎呀，哎呀啊啊！哎呀，来来啊！嗯，这一件这个大花袄，哎呀你。完了，没有默契，不是没有默契，买卖这么好吗？第一句就来人了，很正常啊，第一句就来人很正常啊。我没注意，没注意，好吧，我注意，好好来，别丢人 啊。这地方丢人传出去太丢人了。这一件这个大花袄，大哥买了给大嫂，大嫂穿着满街跑，哎呀，这都三句了。你要不就第二句，啊，给我了哈，给我暗示了哈，啊，这是暗示吗？这都明示了，这算了。好好的啊！嗯，一二，哎呀！你走，没卖的就来了，是怎么着？啊？正常。太讨厌了，这人我告诉你。这是开玩笑啊！别开玩笑。要说这个故意最好听的，还得是对口的故意。哦，就俩人卖故意。哎，两个人合作，一掌柜的，一个小伙计。哎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回。好呀。我来这个掌柜的，您来这个小伙计，咱们两个人呢，吆喝一个，卖一回故意，让大伙瞧一瞧，默契不默契？岳老西，十几年的配合。岳老西。您等一会儿，您来掌柜的，我来什么？我来小伙计。那您别来掌柜的呀。那我来谁啊？大鸵鸟啊。一大鸵鸟，一小伙计在这卖故意，像话吗？废话，谁是小伙计呀？啊？你看你这模样像小伙计吗？谁叫小伙计？小伙计。小伙计。小伙计了该，好不好？行。脑子怎么样？脑子还行。撒谎圆谎，找钱算账，可以吗？找钱算账，我明白，怎么撒谎圆谎呢？这撒谎圆谎就。我卖这个东西，你得告诉大家穿在哪儿、用在哪儿是怎么回事，你都得圆得上来。有的时候掌柜的爱说大话。哦，我都给您圆啊，但我可真不会，我得跟着您啊。你得跟着我。我跟着您学一点啊，我真不会啊，我看您的脑子了。我看我脑子，我呢我也拿着。拿着。啊，这好比就是故意了哈。哎，好比是一件马褂。我这是马褂的啊、哦，白马褂啊、嗯。跟着我学啊。好，跟您学啊，行。搭了马的褂儿啊。跟你，哦，大了马的褂儿哦，我大马褂，你也大马褂啊？你不让我跟你学的吗？跟我学往下来呀，往，啊，有点脑子好吗？哦，你有点脑子好吗？你看我多聪明，天津的老大爷我都说到郑州去了，就为圆啊，就为圆啊，脑子最值钱，人最值钱的就是脑子。你还挺贫穷，听着。哦，就往脑子啊，往下啊，吵什么呢？这说相声的，就这也笑？你们的笑点真是太怪了，哥哥。大
大了马蹄罐儿啊，二了马蹄罐儿啊，三了马蹄罐儿啊，四了马蹄罐儿啊，五了马，五六七八九十二，后边继续吵，来，没事没事。马罐排队来了，你不让我往下吆喝吗？往下吆喝就二马罐三马罐啊，你不往下吗？马罐穿在哪儿用在哪儿，圆啊，这怎么圆呢？我都没明白，马罐用穿在哪儿，马罐套在外边的，你唱出来呀，这话怎么了，唱出来呀，这不怎么唱，套在了外边啊，就是你说这东西啊，我唱出这作用来，对啊，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我没有表达清楚吗？你就废话，你就光告我脑子了。你说让我解释啊！你要有脑子，脑子很重要。不是你告什么用处不都？真行吗？这大了马蹄罐儿啊，跑在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不砍价吗？那不吆喝出来呀？那怎么吆喝？那是砍价儿啊！哦，我就这么简单呢，我可能有点快开窍了，这撒谎圆谎我想明白了，就是您胡唱都行、啊、我得给您圆上来啊，我是掌柜的呀，你哪怕给他搅碎了呢，我得给他唱成墩布，是不是啊啊，就这个意思。行，我这脑子突然之间找回来了，我找回来了。来，大了马蹄罐儿啊，跑在外边儿啊，没有袖子啊，那是坎肩儿啊，买裤子哦，两了跳的腿儿啊，一条腿儿啊，一条腿那不口袋，哎，那是口袋呀，三条腿儿啊，哎，就没法穿呢。四条腿儿啊，两个人儿穿的，五条腿儿啊，那是手套啊，手套唱了，有五条腿的裤子吗？这不胡唱吗？这个我就能圆上来，你能圆来啊？那我问你啊，五了跳的腿儿啊，三个人儿穿的，三不穿不了啊，有个瘸子啊，他去条腿呀、啊，啊，嘿。怎么圆就是圆啊！哎，您来，往下找钱算账了啊！我、哦、算账，看您的脑子了。您别捅，给我捅出去的。看您脑子。您放心，脑子在家呢啊！来了，您来。买袍去哟、哦，有个领子啊，有个袖子啊、哦，有的棉底花呀，堆儿那个堆儿啊，打的棉底堆儿啊，怎么那么厚哦？亲娘续的呀，后娘当的哟、哦，当多少哦？五六毛哦，一块一呀、哦。我给你两块二啊，我找你一块一呀、啊，我给你三块八呀、啊，我找你两块七呀、啊，我给你186.35哦。咱们刷卡不？这么零头谁算得上来这玩意儿？没有 POS 机呀！哎呀，你这玩意儿，扫码吧？扫什么码？谁也算不上来，这太碎了。我就能算上来。你能算上来啊？那我问你啊，来啊，问你啊，来，我给你136.85哦，我留下一块一哦，剩下都给你哦。算上来了。下面，请您欣赏《歪唱太平歌词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这个我们俩走上台，掌声雷动，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激动。是，今天是我们天津德云社开业的第二天，也是我们演演出的第三场啊。这个刚才张九龄还有这个王九龙啊，要不认识就别介绍。不是，我们都管他叫大南啊，大南。嗯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下去休息一下。是，刚才我说我们两个人往台上走，嗯，有掌声，我特别开心。是啊，我以为我一直是属于那种过气的演员，没有想到依然还有人知道我，是不是？
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其实说实话，还是不如原来。稳住了，稳住了，把气儿都匀了，这心脏病犯了。没关系，哎，这是习惯会就好了。对，过去了，过去，赶紧坐好。是来看专门看我的是吧？是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就这段进来的啊。做一个介绍，我叫岳云鹏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叫孙悦。是我。我们两个人呢，行行，没有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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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好帅？那不好都别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信，你放心。啊，我跟孙老师，谁瘦了？孙老师瘦了是吧？我跟孙老师合作，今年已经是第12年了。12年了，嗯，多好啊！在一起12年，我都20多岁了。他呢？你再说再这么点是怎么着，大头？才20多岁，说实话吧。我都30来岁了。对，一圈的嘛。是30来岁，今年36岁，本命年。本命年合作的，对。本命年都不行了，是吧？行了，差不多了啊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是10几年前，24吧那时候。24，今年36岁，正好。那年也是本命年。是是是。啊，十几年，不能说是特别的默契，嗯，反正是有一些舞台的经验，互相迁就吧。啊，大大小小的舞台也上了一些，是吧？什么春晚呐，啊，什么，嗨，不提不提不提，你别的也没提呀，啊，你就提春晚了吗？这是，不是这是唯一让自己觉得光荣的事情，心里能满足一点的啊。嗯，对对，归根结底，大家喜欢我们，是，对不对？喜欢相声，嗯，你这么些年跟我师傅在一起，我师傅也教了我们一些东西，对，在台上说相声，这叫什么卖艺？嗯，把我们学的这点能耐奉献给大家，哎，然后呢，让大家兜里的钱往台上一扔，就，哎，别没有，不让扔了，不是，就是大家买票吗？不是，拿能耐换饭，哎，然后我们从您的票里呢。就是哎，抽点哎，提取一部分利润。哎，就比如说您那张票100，嗯，有100吧？没有，这么便宜吗？这，比如说你哦，80，180啊，比如说100块钱吧。啊，比如，哎，第一场唰拿走一些，嗯，哎，第二场唰拿走一些，第三场拿走一些，嗯，然后慢慢，哎，给我师傅剩这么些啊。哦，越剩越多，哎，嗯，我们还得交钱，有的演员还得交钱，哦，上台还得交钱，那，就是磨练嘛。哦，是是，这是磨练。相声这个归根结底不好说，不好来。哎，尤其是现在大家的口味特别的怪，是听得也多了啊，听得也多，口味也怪。嗯，这个我们呢，台底下好好研究，争取把这4门功课呢，嗯，研究得清楚一些，透彻点。哎，孙老师，问您一个小问题啊。您转得真硬。问您一个小问题，刚才我说我们的4门功课，嗯，是什么呢？啊，4门功课，数学、斗唱。好好想想。我干嘛好好想？好好想想。坑蒙拐骗是去年啊！你等会儿，去年没干过这事儿啊。说学逗唱，哎，说的没错，每一门其实都不容易。是的。拿这个说来讲，嘴里的干净。什么？啊？你再来一遍。嘴里的干净。啊，嘴里哈。哎，不是嘴里哈。哎，得利索。哎呦呵，明白吗？您就嘴别干这个，什么蹦蹦蹦儿，蹦蹦蹦儿，憋死牛儿，绕口令儿，是台底经常得练，得练。什么八扇屏啊，地理图啊，嗯，报菜名啊，张嘴就得来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来一个啊。来什么呀？报菜名。嘿，好了，好吧。我请您吃，嗯，蒸羊羔，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儿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酥，不能忘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忘。哦，那刚才是怎么着？刚才这叫什么呀？鬼打墙，保不齐的事儿。哦，鬼打墙。哎，哦，再来回啊！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宫保鸡丁，鱼香肉丝，水煮鱼，水煮肉，一盆米饭，我够了，知道吗？你是够了，你太能吃了，你水煮鱼，水煮肉呢，还一盆米饭，还忘了就是忘了，知道吗？没忘，哎，没全忘。总的来说，这个说比较难。是是是。再有就是学，学，学，
学学哎哎还学哎学的东西很多，您说说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坑里蹦的，嗯，都归我们学，归我们学。那我自己来说吧，我这几个比较喜欢的是什么？您这嘴里有什么呀？这是的，这怎么这嘴？您在说什么？什么记什么？记劲儿，我啊，嗨，我北京人，我说话有口音，您知道吗？您有点侮辱我们了，知道吗？北京哪这么说话呀？啊？我记记个儿吗？我自己个儿，啊，我记记个儿。你怎么不下蛋呢你？真行你！就我自己对比较喜欢唱，是好唱。拥为什么呀？还拥为什么？这一嘴芦灰渣子，这是。因为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嫂子好，知道吗？什么？我打小就保护好我这个嫂子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反正前几年学了个毛病，抽烟。哎呀，抽烟把这个嫂子给糟践了，没有关系啊。我争取拿出我最好的状态，我给大家唱一回。行了，要点脸吧啊，要点脸吧，什么破事都往外说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脸呢，知道吗？又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老拦着我说相声容易吗？废话，我们容易吗？你别给我们惹事儿，行吗？什么叫你跟你嫂子、啊，打小他妈疼你还怎么着？长大抽烟，抽烟就给人糟践了。这么简单啊？你什么都说，怎么了哥？就是哥你怎么了？我点根烟，我烟呢？谁说嫂子了？你说的嗓子嗓啊嗓子嗓子哎嗯，学的东西很多，是歌曲戏曲，嗯，我比较喜欢小曲小调的。朋友们有什么想点的没有？五环张子静来呀！啊，没别的，五环，一比四环多一环。完了，看来是过气儿了啊！看来是过气儿了。什么亲什么人？会亲的人。那你配合我吗？翻过了一座山，这是配合吗？这不搅和吗？翻过了一座山，咱们争取嘿嘿一下好吗？就别一座山了，嘿嘿一下。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撩动白云蓝天蓝，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。兴致也不高，其实传承了千万年，金陵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喜悦春光暖，花开山岗红颜颜。哎哎哎哎，你后边有词儿了怎么着？过气了，听你那观众走了，刚刚你刚一唱，人站起来就走，人家。我以为啊，你以为怎么的？我以为会很火，这不红就是不红了。啊，你这是干呗。哎呀，要我你看，咱会唱的咱就唱，对不对？是都不会唱，就别给自己圆了。还有什么？小妹妹送我的狼牙，送到了大门东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。山里有花风啊，花风不如小点小雨啊，
你看，但他结束挺好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傻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自己喊，自己唱，自己在那儿哟哟。是，你上课完都不唱，不更傻吗？这是这个小啊，学啊，学，嗯，学的东西应该是很多。是，咱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是，还有就是逗。逗最难的，各位，有就是逗。哦，这最难。对了，有的时候幽默呀，嗯，就发自肺腑那么一种幽默，让大家哈哈一笑。我还发自肺腑。当然了，嗯，我们后台我觉得最幽默的就是孙老师。不能，真的豁得出去，豁得出去叫什么话？豁得出去的幽默，就无有下限。哎，我们后台啊有一个大胖子，是杨鹤通。啊，这么杨主任，杨主任，在前面吗？特别胖。嗯，哪儿呢？那儿呢哈？啊，对，在啊，就他在那儿，胖的没人样了，是，太胖了，巨肥无比，是，比他轻十来斤，嗯，大胖子，你知道吗？您等会儿吧，好像，您先等会儿吧，没有这么这含沙射影的，知道吗？我含沙射影了吗？废话，你直接骂街了，这叫。哦，他都胖的没有人样，都那样的，还比我轻十来斤，那我就不是人了呗，我就。这个什么叫过去了？你给我解释清楚了，你给我。我就哈哈一笑，怎么了？哈哈一笑，我怎么办啊？啊，确实，你俩站一块确实，是不是比你轻十来斤？没有，我他是不是很胖？是不是胖的没有人样了？您，我敢说您吗？你这不就说我的吗？我不敢呐，你还不如直接说呢。我直接说你不抽我呀，台上。那最起码我有个理由啊。啊，这就没有理由抽了。这多不好意思。这当着杨可冲的面子。确实挺胖啊。哎，大胖。胖你别说这。他过去摸人家。我摸他干嘛？摸人大胖。摸人脸。哎呀。说句话。是。呵，大通。啊。这个脸啊。怎么样？真像我媳妇屁股。幽默啊，各位，这是幽默吗？这就叫幽默，不会聊天的，这发自肺腑的幽默，好家伙，豁得出去的幽默，散德行。他刚说完，于老师过来了，谦儿哥，摸一下贺通的脸，嗯，孙院，怎么呢？还别说啊，嗯，还真像。这，这老流氓啊，幽默，能把他拉下来。啊，贺通自己摸了一下，嗯，他就是少个痦子，行了。我们仨太乱了。哎呀，好好笑，这个就你开心。不说这些了啊，刚才主持人报幕，太平歌词是。太平歌词是其实是唱，说学逗唱里边的唱。相声本门。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会唱。好多人。哎，我师父郭德纲是。太平歌词唱的高亢嘹亮。是的。还有张云雷。哎呦，小辫儿。唱的也好听。好听。哎，其次就是我了。哦，你行三。嗯，我原来说我行二，现在我行三，你知道吧？哦。哎。因为谦虚了，就必须谦虚。不红了，是吧？确实，嗯，除了我们仨呀，他们都不会唱了，真的。啊，除了我们仨，会唱太平歌词的人都死了，快绝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还不能让他绝，争取呢交给我们下一个。您，我知道，您喜欢抬高自己，这个无可厚非啊。嗯，您这话太损了。不损呢？什么叫除了你们仨会太平歌词都死了是吗？对啊，那后台好多人都会呢。那张国伦他们也会啊。他们都死了。人张台头场还演的。诈尸了。就为了蹭个镜头，你也太豁得出去了。师徒们本来穿着衣服上来呢。您请等着，这甭说他们。他没死，他也快了。啊，这。您这话太损了，你甭说张国伦，我也会，我也知道太平歌词。谁呀？你看你嘴撇成那样干嘛？谁呀？我呀。你也会？嗯。不可能。怎么就不可能？不可能。怎么？你什么时候学的？我打小做科的学生。打小做科教这个吗？教啊。后来上班动物园教这个吗？谁打小的上动物园上班的呀？冲着大象唱太平歌词。我怎么了我保佑平安呢，我这怎么着啊？像一屁股坐死你！凭什么呀？会不会聊天啊？大小学相声学过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你根本就不会呀。有我说还没你，你有什么印象啊？啊？你有什么印象？你有？
这怎么着吵架了是不是？什么叫吵架？你挤来的我那是。我挤的你干什么？我疯了？我说你不会就是不会。你这不就挤的人吗？去了去吧。我都看见你晚饭了，我都快。你怎么了？你突然这爆发了？什么？说你两句还不愿意听了？不是，您这话没有这么说的。你这个节目顺序应该是我说你不会，你就老老实实听着就完了。我不会就可以了，就过去了就完了。咱俩要不吵起来，后面没法进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就说我不会，知道吧？再说您这没有一竿子打死一片的呀。哦，谁会谁死啊？后来那么些人招你惹你了？啊？你师傅是谁？我师傅石富宽。他都不会？谁说的？你找药鱼圈抽你呢是吧？头一会儿上来咬你，我告诉你，真行这个，没有这么说话的，知道吗？但我在我印象里，你根本就没有学过呀。谁没学过呀？那这样，姓孙的，这样你干嘛？会不会说话了？怎么姓孙的了呀？怎么着喊你姓孙的不行啊？谁说不？行，我教你这干嘛？跟你，我问你，唱太平歌词，需要一门这个需要一个乐器啊？对。有吗？是什么？我先问你是什么？呦还是什么玉子板儿？呵，你老一惊一乍的，呵，还真猜对了啊！不是猜的，为什么叫玉子板？玉子板是两片竹板吗？为什么叫玉子板？不是就说慈禧御赐的吗？就御赐，就玉子，就念俗了。几块？两块啊，那一块有什么用啊？你会几段？我也没数过呀，反正多少都知道。好，咱聊聊这个鬼故事，各位。我特别喜欢鬼故事。您这话要没有底，就别问我。什么鬼故事干嘛呀？你问完了我，您得有下文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想到他全答上来了。废话，哎，要干嘛你？带了没有？带什么呀？鱼子板啊！我不唱，我带它干嘛？顽劣，各位，顽劣啊！什么叫顽劣？顽劣，专业的相声演员，随手都能掏出来，这是专业的。随手能掏出什么来？说清楚了。板啊！你能掏出别的来呀、啊？不是随手能掏出板来啊？你带着呢？啊？你拿出瞧瞧。你打着夹板了是怎么着？你别把胯骨掏出来。怎么了？找什么呢？噔噔，还配音乐呢？还不是优酷录像了是吧？到时候配个音啊，当当。行，还配特效闪闪发光的，还得一块歇钉子呢。两块啊？拿出来啊。嘿嘿，拿出来啊。当然得拿了。拿出来啊。当当。那块呢？那块呢？这两块搁这当当的。看着啊，看着，这块在这儿了啊。我拿着，我看着。哎，别，你就这首歌，别拿，这歌，嚯，行了。哎，您这有一河西走廊，这是。干嘛？这是过去了，这是变魔术呢。我以为能顺过来。好家伙，你脸就被挡上了，这就。你带没带着？拿出来。还真是两块啊、两块干嘛这么敲啊？怎么敲啊？一只手啊？一只手啊？当然了。哎，瞧着吧。我瞧着吧，哎，你瞧这模样。改鸳鸯版了。脆不脆？这有什么脆不脆的？想不想？废话，俩碰一块儿，想掉地上都响。想了吗？想了吗？
想了吗？地毯怎么这么厚啊？你有别扔台下去，你看你还要得回来吗？不敢，不敢。对，碰见好人了，这是。啊？还真想。对。打出点儿来，打出节奏来。对，来来。对，花点啊，还花点。嘿，行啊，有点意思。头发可以，这手也会。哟哟呵，双手。那当然了。呵，小刘锦。嗯，想吗？想想想，来，再花点，花点，花点。哎呦，这个手好。对对对，这手康复的好。好家伙，光打还不行，是还得会唱，得唱来点。这样，我再出个主意，孙老师。什么主意？我唱一个，我让您猜是哪段。行，都是传统的。我能告诉您，您放心。好吗？您放心，我绝对能告诉您。别看咱们不唱，会的多。嗯，您来，您来，嘿，来，送你个眼神，自己体会。你先告诉我眼睛在哪儿呢？这包你笑了是不是，大哥？就你那眼睛还不如我呢，还笑呢，还说你心眼里了是不是？你说人家干嘛你？属疯狗的逮谁咬谁？风格，这是我的风格。小张九男的呗。疯狗，疯狗是表演风格。说谁都行，不能说我像张九男。啊好好好。没人好看，侮辱我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季青香，死了几的清新。白蛇传，春游苏堤桃红柳绿，观众都会。你看，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，白蛇传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明月如同碧水，东看瑞雪，春满山岗。岳老师，岳老师，我表的是别表了，峨眉山，白蛇传，可以，可以，嗯，可以，答对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两个人十几年的默契，各位。哦，你在那为铺垫这个？那当然了，这就是默契。我一张嘴，他必须得猜上来，因为什么？嗯，后台对好了的词儿。哦，这叫默契。哦，是是是。哎，我刚才说了，上台之前，孙老师，我一会儿唱一个《白蛇传》，你一定要猜上来。是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嗯，猜上来。但是第二段您就不知道了。您来，您来，您来。啊？啊？嗯？要不给我发个短信啊！我想。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江山韩信算卦。你看，你看，一看就卖过炸酱面的。往里边请。好家伙！后期老师帮我配一个原地炸裂啊！别麻烦后期了。怎么不会了？我看人哎，你没听见我说话是吗？张云林的粉丝啥都会啊。行，你别说张云林。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，民贤万民安。行了行了，回来吧，岳老师。韩信算卦可以了，岳老师。你们去学一学呀、啊。你挤的人家干嘛呀？人家学会了，谁花钱听你呀、啊？还韩信算卦，你等你等，不要耳语，好吗？啊啊！我再唱一个，你就不知道了，孙老师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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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哦哦！啊，行，我明白了，嗯。石崇豪富范丹穷，范丹穷太公卖面，运早晚太公，晚太公太公卖面，彭祖爷太公卖面，
烟灰明断，六个人踩在这五行中。你疯了吗？我后边没说话吧？干什么？不是你，太空卖面。你装不知道能死吗？你就说不知道能死吗？咱们两个合作十几年了，你给我一个面子不可以吗？你的那个意思不是让我帮你接下茬吗？哦，你合着不是这意思。哦，合着我不知道啊。十几年了，你不懂我吗？十几年你还不知道我什么人行吗？好的，孙老师啊，嗯，给足你面子了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嗯，看这个啊，行，我争取给您个脸，嗯。哼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啊。行行。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，蚂蚁呀嘿。行了行了，这流行歌曲吗？这不是，这是太平歌词吗？这个，啊，唱太平歌词，别流行歌。我的姑娘你别等了，没人等你，啊，唱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你听着吧，你来呀，你来。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劝人方，我再换一个，来一波波阵，要不然什么波波阵，鹬蚌鹬蚌相争，不是眼睛要拧啊，这是来什么波波阵？你有脑淤血的底子是怎么着？刚才你说什么？那个劝人方啊，劝人方出趟城西啊。庄公闲游多了，非得出趟城西吗？非得是劝人方吗？词儿就这么写的。不对，不对。我怎么不是？咱别较劲行吗？谁跟你较劲了？咱凭良心说话，你不是劝人方，你就听着就完了，好吗？在台上做一个安安静静的观众，好吗？我凭什么呀我？我当观众我也不听你啊，你就不用买票往那一站，我凭什么买票啊？多棒！什么叫多棒？你就不按词儿，人家是出趟城西，你外面人群里再待一会儿好吗？我刚才人群里待一会儿，我待一会儿，待一会儿，找一找感觉。我找什么感觉？我这疯了，这是庄公闲游城西，城西出趟城南北角，听过吗？听过吗？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，听过吗？南北角，南北怎么能有角呢？哎，那不是平行的吗？哎，就有角，在我这儿就有角。我知道西北角什么，南北角还有，就南北角。哦，南北角。哎，哦，那是不一样。你往下唱，往下唱，往下多着呢。您这唱，来，这是个长段啊，来来来。瞧见了，他人骑马，我骑驴。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。您等会儿，这不胡来了吗？跟你那一样吗？废话，您这都胡来了。怎么了？骑马、骑驴、骑牛的有骑猪的吗？啊，我骑猪怎么了？那玩意儿能骑吗？我就问你一句。我骑猪，你生什么气？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，你生什么气呀？我生气是在您这词儿不对。怎么不对了？这是传统的。不是，人家听我骑驴怎么还？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，管着吗？您来，不大段吗？来。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。往下。扭回头。瞧见推小车的汉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扭回头。看见一个老太太呀，跟那一样吗？不一样，但捞太太是什么玩意儿？谁说捞太太了？掉水里了怎么捞？捞太太，老太太。哦，上岁数的妇女。哎，老太太，老太太前面跟着一个老爷子。前面跟着一个老爷子，这都什么词儿的叫？啊，前面走着一步好吗？跟着一个啊，好，前面走着一个现改老爷子。哦，老爷子，哎，老爷子。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，多新鲜呐！走大街就两口子呀？我怕你误认为他们是两口子。我没误认为，您往前唱，我听您唱。甚至他们两个人
根本不认识。对，这认识怎么跟着？哎，老太太紧走了两步，她就说：“还说大哥，我问你德云社怎么走？”哦，还有德云社呢。大哥，我问你呢。好词儿。老爷子说：“老头说什么呀？”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床沿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我爱你到明天。这不两口子的词吗？老太太说，老太太还说，臭流氓呀，我就问你德云社怎么走？德云社，你却说了那么多的话，快点赶板，管得着吗你？真难为您这手。去你的吧！老太太说完了。老爷子说。说什么？他说了吗？他老爷子就走了。走了，你在板上啊。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。瞧见你了。哎。老太太说。说什么？小伙子。瞧出你是小伙子了。你怎么气着猪？你看看，是人就得问这事儿吧，真行。我说，你管得着吗？对，我愿意骑什么骑什么。行，你爱骑什么骑什么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好吧。老太太倒随和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那你如果碰见了交警怎么办？怎么这么爱聊天呢？我说，说什么？我可以让炸着着做了，我可以让猪拱他，拱猪啊！老太太说，说什么？好吧，老太太没辙就好吧。那你碰见红绿灯怎么这么贫呢？我说，这猪色盲。我说我不用管。对，猪认识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认识？谁认识？行。我说猪认识。对，就是我说的。老太太说好吧。哎，对。老太太说，我听说天津开了一个德云社。其实你要说比这好听，其实这么早。呵，你这赶板还得。我说好。打车这用你说呀。老太太说OK。 进步了欧了是吧。老太太用手机打了一个是老段子，都听过不多时，腾云驾雾，来得多么快！哎呦呵，就这句像太平歌词，哎，就这句像好的嘞，真不易，终于有句人话。腾云驾雾，来得多么快，自己都美。来得了特云车，老太太说。说什么？哇哦！什么意思？哇哦！哇哦！门口好多人呐！是。老太太说：“你们都有票吗？”有票跟门口站着。那些人说：“说什么？”没有。都门口站着。老太太说：“说什么呀？”好吧。我咋说我有三张呢？老太太。手里有一张票。哦，老太太有张票。对，哦，老太太捡了票就坐得了。啊，这坐哪儿了？直直快，我想看这大妈在哪儿了。你直着坐哪儿了？我瞧瞧。坐在了哪儿？那个位子上。哪个位置上？那个位子上。哪个？你直着我瞧瞧。老太太买了点水。买点水。买了点瓜子儿。这难听，他舔着脸乐呢，还听相声是，多么开心！哦，开心啊！第一场张鹤伦、浪鹤烟，第二场秦孝先
喝酒花，老太太说庆孝仙还是真的帅。对，您这几句是为了占点吧？谁又为了占点瞎说？然后，张九龄，然后不张九龄，张九龄干嘛？听着，然后咱俩就上来了啊！望九龙还有哎，老太太说，哎，这不是骑猪那个小伙子吗？好家伙，这没猪还不认识你了。好吧，我多这嘴干嘛？老太太说：“哇，豆根的好帅，豆根的怎么站起来了？”真的假？没听说，哪老太这么讨厌？捧根的不是一直被他气吗？对，没聊。老太太哈哈笑，开心了，喝了口水，渴了，又哈哈笑，别呛着，又喝了口水，怎么老呛着的？尿了泡尿，尿泡尿。老太太说，怎么了？哇哦，我尿在裤子上面了，尿裤了。老太太说，啊，老太太还有心思说呢，晚了，晚了，那可不晚了吗？尿裤子了，晚了，完了。就这么泡着那儿就完了，泡着。哟，你别说，你直接说实话。经典传统的太平歌词小段。岳老师，说实话，我真得夸过您了。您这段这个故事，这个架构也好，是不是？人物也生动，连贯性。对，连贯性也好，这个还有这个标志性的语言，特别经典。这段说实话，经典吗？经典，我们还挺爱听。就唯一的毛病就是没过瘾。您再来一遍来吧。就第一人称的这一段，您再来一遍，啊，好，再来一遍，啊。第二天，老太太晒。第二天干嘛呀？晒了晒裤子。这合适一宿还得，不说第二天，就头天。庄公闲游。哎，对了，从哪开始？从哪开始？一字不差，一句不错的。那你听着吧。您来呀。庄公闲游出趟城，南北角。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。真瓷实，讲讲别唱。扭回头看见一个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哎，后面走着一个小姑娘。等，小伙子说：“你别说，我对你有情。”这什么？人家两面不一样，不是老太太吗？怎么小伙子呢？怎么着？前后不一样，两面不一样，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对了？这玩意儿就是瞎编的，瞎编的。下面请您欣赏《荡寒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耶，谢谢谢谢。嘿，得谁爱谁。谢谢，感谢啊！今天是我们天津德云社开业的第二天，对，第二场演出，满坑满谷的观众，还有二楼也有朋友哈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贵不贵啊？那个，坐着呢。二楼听说是不是比楼下票价要贵一点，对吗？没关系，能抢到就不错，对不对？刚才二位说了一段，我们后台不错的两个演员，是逗哏的叫张九龄，捧哏的叫王九龙。对，张九龄是我们新任的九队队长，为了天津成立的九队啊，这辈子我都没有当过队长啊，人家当了队长。二位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，是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，该我们俩，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啊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，很年轻。啊，今年本命年36岁，我叫岳云鹏，没有什么名气啊。今年还真是本命年啊。对啊，本命年啊，还真没有什么名气。这是我的搭档啊，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说一段相声。哎、我名字说出来，他叫孙越、哎。这个相声啊，回来，哎、小心眼儿是吧？对啊，没有法儿不小心眼儿啊。没事。混了那么多年连个掌声都没有，嗨，这不过劲儿了吗？我们俩给大家说相声，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，您说说。喜欢听相声。对了，有的朋友说你们相声是一门生意，
哎，生意啊，靠相声赚钱是，其实不是生意。怎么呢？相声就是诈骗，相声就是就是一种谋生的手段。出去报警去怎么办？就是一种手段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是生意呢？您说说。生出一个主意赚您的钱。哦，这叫生意。这叫生意，又叫买卖。哟呵，买和卖之间，我先买再卖，从中啊赚取这个利润。哦，有买有卖。哎，有买有卖。这个我们这个相声啊，又不是买卖，又不是生意。嗯，相声是手艺。什么叫手艺？哎，第一排一大哥满脸懵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手艺呢？啊，您说戴着口罩都瞧得见去。这是我的一种表演方式嘛？是是是。哎，手艺是什么呢？脸熟。哦。脸熟是一宝。我就卖这张脸。哎，对了，你看我现在虽然是什么大明星，但我从来我不说，知道吧？不说。您刚说完。我们走上台，大家都认识，脸熟。但是没人鼓掌啊。即使他不认识，叫不上名字，他也脸熟啊。对对，照影子能看见。对对，我们俩走上台。哎，这逗哏的这谁来着？你看，哎呀，还挺熟，上过好几次春晚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哎呀好。哦，岳云鹏。哎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他能想起来啊，是脸熟啊，脸熟。嗯，孙老师也是。是啊，一提孙老师的名字，大家热情的鼓掌。脸熟是一宝。行了行了，过去了。我还以为他们忘了呢。哎，还有他刚才提到这个买卖分很多种。哎，您说说。有赚钱的买卖，有不赚钱的买卖，抬头的买卖，低头的买卖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很多种。哦，怎么这么乱呀？哎，刚才可能最后那个呢，大家听得比较诧异。哎，您说什么叫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呢？什么气死人的呢？怎么还有如此玄乎的买卖呢？哎呀，我给您解释一下，气死三条人命的买卖，您说说，不是现在啊，当然现在也有啊。哦，现在也有。过去什么时候？当铺。哦，那个老年间了。哎，对了，现在也有那个典当行，天津有吧？有。啊，天津也有这个典当行，连锁的。对，过去叫当铺。那是。哎，有这么一个电视剧叫《九九归一》，大伙看过吗？没有吧？没关系，太老了，没关系。他讲的就是当铺的故事。哦，就是卖当铺的。嗯，一进去之后呢，感觉特别的压抑，灯光也不是特别的亮。哦，关键是有一个特别高的柜台。哦，就那个大柜台，一人多高。嚯，那干嘛那么高啊？哎，这是有讲究的。您说说。因为这个掌柜的呀，嗯，特别的气人。最早栏柜没有这么高，正常的栏柜嘛，也就是80公分高。哎，这么高。嗯，正常栏柜，掌柜的气人，导致柜台越来越高。为什么呢？您说说。比如说啊，嗯，开张了，人家来当东西。哦，当东西。比如说当把扇子。哦，折扇。你看这个扇子。嗯，这位接过来问人家当多少。是。当多少不就问不就完了吗？说话呀。拉长音。干嘛拉长音？他们这行的规矩。规矩旁边有个写当的先生让他注意，这儿来人了。哦，写当票的。哎，对了。嗯。哇，你瞧这模样。当东。少，听着就气人。我告诉你，他问人家当多少。是这位说，哎，您给写20吧。20块钱。20干脆当了。不要不要，你干脆什么呀？不要，您说就完了。干脆什么呀？对呀。啊，您不要，您给多少钱呢？给多少钱呢？5毛。按提成那么来的。多少？20给5毛。20块钱都你给5毛钱？啊，我抽死你。呦呵，这位，哎呀，他抽我。好，改不过来了。现在这相声没法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想看抽你，就喜欢看犯骚。你说这什么？不不，什么词儿？这叫这怎么弄？怎么弄？对，来一个。我是一个有原则的演员，你知道吗？是个尊严的演员。他抽我，怎么追也追不上啊？柜台挡着呢。哦，给拦住了。想出一个方法。是柜台啊，长高一截啊，就不好抬手了。哎，第二天又来一位，又来一位，还是当扇子。您给看这个，夏天的事儿。当多少？还这样？您给写20吧，20干脆。大
上了得了。不要，还不要？那您给多少钱呢？嗯，五毛。认准了，多少？五毛。二十块钱东西给五毛钱？是。我抽死你！这小孙他又抽，怎么办？真欠抽。这位拿起东西走了。啊，走吧走吧。他追也追不上，是，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，就打不着了。三一天又来一位，谁？大高个儿。大高个儿，嘿，嗯，您给看这个，是，当多少？想起疼来了。二十，二十干脆不要。你说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毛。认准了。我抽你。好的嘞。拿起您走了。好好，又抽我。哎呀，追也追不上，没办法，是只能把这柜台啊长得特别高。是这个道理，一人多高。哦，我对这个特别的了解。是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后台原来有个演员叫李文山。哦，李先生。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当时啊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他们家都倒着排是吧？李文山的父亲叫李小山，那是儿子，那是，你别倒着排呀、啊、反正李三爷啊，李三啊，行三，哎、哦、李三爷当时是一个无业游民。三爷没有工作，哎呀，想找一个工作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找到一家当铺，应聘去了。这个李三爷本身说话就慢，慢性子啊。他问人家经理，嗯，经理，哎呦，我想找工作，天生干这个的。经理一听，这位说话这么慢，嗯，甭问呢，别的当铺干过啊？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行，我什么活都行。他什么都行，其实是示弱。示弱什么意思？在经理看来啊。他是自信，嗯，哎，甭问别的当铺干过，他什么都能干。哦，什么活都能行。行了，来我们这儿干吧。哎呦，你盯三柜。对，什么叫三柜？哎，分头等柜、二等柜、三等柜。您说说。头等柜房契，特别值钱的东西。哦、房契地契。哎，头等柜去当。二等柜、哦、珍珠玛瑙。哦，也是值钱的东西。金银珠宝。二等柜去当。三等。三等柜呢，就是平常老百姓家里用的东西。哦，日用百货。你看三柜吧。哎呦，三柜。嗯，哦，怎么了？可以，真赢了啊！赢了！哎呦，有工作了。三爷胆儿太大。嗯，搬个凳子，就上岗了。干嘛搬个凳子？柜台特别高。哦，对对，好好。哎，搬个凳子，站着那儿的。跟旁边有个写凳子，跟人握握手，聊聊天，这个熟悉一下，就上岗了。是，朋友们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过去穷人多，真来了当东西的了。嗯。人家这位是怎么回事呢？家里老母亲病了，哎呀，急等着用钱。是这位呢，原来戏班的，戏班唱戏的，哎，是不是唱戏的、嗯？这个乐队的，木点乐队这帮人，哎，哦、当一个什么呀？挠脖，挠脖，铜镲，哦，就那个唰唰，哦，蓝布包着，蓝布包，心里很难过，是，抱着就过来了，救命钱，抬头一看，这位李三爷，嗯、哇。那还得递上去啊，瞧瞧吧，柜台高啊，嗯，心里难过，是，哎，又嚯，再给扔过去，扔，走你，跳过去了喂，别那么多话，就搁那儿了，搁那儿，我怕他们睡了，这位一瞧，他打开啊，是，打开之前呢，他唱，啊，当多少，唱当，嗯，当多。少，哎，来拐弯了，哎，拐弯拉下来了这个音儿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他不认识，不是这挠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哎呦，有的朋友说现在谁不认识？嗯，过去看戏啊，嗯，乐队你是看不见的呀，乐队得侧木条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不认识，没见过，怎么办？啊，你说这东西不认识不行啊？旁边经理盯着呢，我头一桩买卖呀。哎呦。直接说不认识那不行，就那怎么着？他想出一好主意。您说，他问人家当多少？嗯，人家肯定报价，一报价我狠狠的往下压价。哦，这是他们这行的规矩。是，往狠了压，这位肯定就不当了。拿起东西你走，我等下一位。那就不用说是什么了。哎，多好的主意啊！聪明啊！当多少？啊，当多少？这个东西新的挺贵的啊，您给写30块钱吧。铜的，我急等着用钱啊！是是是，三十，三十干脆不要啊！不要，我也猜到了啊！我猜到了，那您说给多少钱吧？多少钱？五毛，跟扇子一个价。多少？五毛啊！
30块钱都爷，啊，给5毛钱，嗯，均价，我当了，啊，当了，什么？不是，30块钱5毛当你？你再说一遍，都不相信自己了。那么开心呢？嗯啊，谁谈你开心了？再说一遍，我也当了。我急等着用钱，5毛钱也是钱呢。抓服药是服药，要不你再想一想。还劝人家呢？想什么？我不想了。不想了，当了。嗯，他为什么这么为难呢？嗯，他的唱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说名字。旁边这个写当的，他得写呀。啊，人家写完了撕下来，他给人钱呀。得当票，人家当了，嗯，那也得唱啊。唱。写那怎么唱？准备好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你新来的，我都特别喜欢跟新来的合作啊，一般都特别有意思。唱吧，是什么东西？哎呦呵，我在等你。哎呦，写到了还真喜庆。写，嗯，他很聪明。怎么呢？临时现编呢，他给编了一个名字。不是，这还能编上来？能编上来。哎呦，写啊，怎么编？缺箍短派，短派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儿，什么铜草帽？铜草帽啊，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你别纠结这个了，平时不能戴吗？啊，非得救火的时候戴吗？那不烫死了吗？如果是铜的，那肯定很烫啊。这废话嘛，这不是。你真有意思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幽默的人。这是幽默呀。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写完了。这位接过来啊，拿着当票得换钱啊。嗯，接过来当东西的。啊，也犯愣。铜草帽啊，铜那是草的，我没戴过呀。行，就别重复了啊。真有意思。嗯，你是个演员吧？嗨，喜剧演员。嗯，换了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来人家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？5毛钱不够用啊，还得当。得当啊。哎呀，当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单皮鼓。哦，戏台上单皮鼓。哎，小哒哒哒哒哒。哎呦，哎，蓝布包着就过来了。过来瞧，不是你？怎么呢？我找铜草帽。干嘛还认准李三爷了？他比较有意思。哎呀呵，虽然他给的低，但是我喜欢他。哎呦呀，花5毛钱买个乐呗。李三爷就过来了，往那一站，嗯，好像是你的粉丝啊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哎，行了，就柜台这儿见的。对，找的就是你。是，走你。哟呵，哎，又递上去了。这次来呢，就不像昨天那么的难过了。哎呦，兴许他在等一个什么东西。是是是是，知道吧？打开，当多少？一听这就知道不认识，还是不认识。哎呀，很正常啊，按照昨天的方法来。又来问人家当多少。嗯，当多少？40。哦，这个比昨天那个贵。40了。对，贵。哎，这贵。40。40干脆不要啊。我知道。你喝。我知道。那当出理来了。你给多少？嗯，4毛。人家长他还往下唠呢。好的，大哥不讲理了啊。对呀，昨天还5毛呢，今儿4毛啊，这过了分了。这个当了。行，啊，当了。这位多缺钱呀，啊，这是唱当吧。唱当吧。你再琢磨琢磨。别劝人家了。我不琢磨，当了。当4毛钱也是钱啊。鞋抓点钥匙，还得先编呢。嗯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嗯，昨天回家跟我媳妇一说铜草帽，嗯，我们俩乐半天。解了闷儿。我跟我媳妇笑点都特别的低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，铜草帽还救火用的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？赶紧唱，我等不及了。捡乐的。去你的吧。这叫什么话？写，现编的。唱碎木传旧，钉子拼凑，钉子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一个，小皮洗脸盆什么？
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。是这么说的。大哥，你莫名的戳中了我的笑点。这笑点太低了。小皮洗脸盆能装水吗？装水不响了。还得旅行，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旅行用啊。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4毛。真便宜。嘿，您收的东西倒是便宜啊。对，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，这位接过来。什么？又来一个。什么？是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。对，真有意思啊。你肯定是说相声的。对，他儿子是。你爸爸还是个捧哏的啊。真是真有意思。拿着钱回家了。是，转过天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呀？9毛钱不够用的呀。啊，你要这么当你妈得死了，我跟你说，老太太等不及了。哎这位抱着东西又来了。叫什么呀？这回啊，是一面锣。哦，戏台上的大铜锣。大铜锣。哦，这大伙都见过吧？这都认识。哎，蓝布包着。对，就是你。三爷，就是找的就是你。来，走你。好的嘞。这回打开一瞧，还是不认识。就没见过戏班，我跟你说。当多少？无所谓。无所谓的。无所谓。给多少都行。你肯定是狠狠的压价。对。那我就报个50吧。50干脆。我知道你不要。哎，这好，不用干脆。给多少？给多少？3毛。又降1毛。当了，当了。好，赶紧唱当。它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等不及了。非得听听。一会儿我就赎回来。好的。我就为了这个过程。这不起哄吗？快点，3毛。你去死吧你。怎么说人主呢？写吧。早我就准备好了。哎，对，昨天晚上回家跟我媳妇一聊，旅行用的小皮洗脸盆，我们俩又露半宿。太有意思了。今天是个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。哎呀，写，快写，来吧，唱吧。废铜烂铁打造。废铜烂铁。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。大铜饼铛。大铜饼铛。那搁上去不就糊了吗？跟草帽一个原理啊。还野炊用的啊？平时不能用吗？肯定出门用呗。又是野炊又是旅行啊，还救火。这出门出去着火了呗。那就是。这有意思。多少钱呢？3毛。真便宜。真不贵。刷刷点点写完了撕下来递过去。野炊用的大铜饼铛。对，烙饼用的。有意思啊。啊，你等着我。怎么呢？你等着我。干嘛等着你？我现在就找东西去。上瘾了，这位当时就回家了。哎呀，找东西去了。找啊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。你还别说，怎么呢？真找着一样东西。找着什么呀？帽镜。哦，老式的帽镜。现在不多见了啊。过去有帽镜，打这边看呢是一个镜子，打后边看是木头。就箱子木头上的镜子。哎，箱子里头。对对对，抱着就过来了。抱着抱着啊，镜面冲着自己。怕脆了。怕脆了。嗯，你别闹啊。别闹。你别闹啊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呵，一会儿我就知道了。哎呀。当铺该起名宣了。抱着就过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就是你啊，还等着我呢。三爷，走你。递给他们。递上去了。嗯，不用蓝布包着，肯定不认识。肯定不认识。因为背面对着他。啊，是。当多少？给钱就当。你喝。我就为听他的名字。对，就为抻练你来的。1毛无所谓。哎呦呦呵，无所谓，赶紧唱当。就为听那个。写。准备好了。哎，对，准备好了。大铜饼铛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赶紧唱当，我等不及了。得让你们俩挤得死他。写吧。缺砖短瓦。短瓦。木头小影子一个。木头小影子。木头小影子。哎呦，多少钱呢？1毛。刷刷点点，正要写。真便宜。这位他的收档啊。是啊，得把这东西收回来。是啊，一收不要紧。怎么呢？镜面冲着自己了。哦，镜面里头转过来了。这点认识了。别忙，还有内有8仙桌子1张，椅子2把，暖瓶1个。嘿，那有一人，好像是我。我怎么瞧他？他怎么瞧我？这是个镜子。瞧出来了。